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五二九页啊，第五二九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云何在心？为鄙人造罪时，自意指虚妄颠倒心生，以妄心而生。此时念者呢，以善知识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这以实相而生，实相是真心，所以一时一虚，其德相比也。这个意思前面呢说过了，所以六道众生呢，起心动念都是以阿赖耶的心先所啊，所以这是妄心。不但六道凡夫，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也不例外，也是用的妄心啊。妄心跟真心呢不能比啊。大乘教里常说，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啊，所以这不能相比的。下面大师举了个比喻啊，这何者？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相比啊？譬如千年暗室，光若湛炙，即便明朗啊。千岁暗室啊，这是讲时间久啊。啊，这个地方见不到这个日月灯光啊，一千年了，这么久，那点一盏灯，它里面就亮了，都照亮了，是岂可得也？暗在时千年千岁了，而不去这个黑暗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千年了，怎么点一盏灯就把它黑暗就跑掉了，就没有了？是故一日摩尼宝亲云，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复数千居亿万劫，在爱欲中，这个时间可长了，为罪所缚啊！啊，这是说一个凡夫，一个众生呢，无量劫来都堕落在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最重的就是爱欲啊。说若闻佛经呢，一念一凡念善，罪即消尽也。啊，如果他真的听佛经，听佛经真听懂了，
啊，所以这个听经呢，我们在先前听经的人多，听了几十年，罪也灭不掉啊。哎，可是确实有人听一次经就开悟了，无始劫来的罪业全消了。啊，谁呢？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你看《坛经》上记载的慧能大师这个人的行医，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是个樵夫，就是砍柴靠卖柴过日子的，这是苦力了。为什么他听一次就大彻大悟，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啊，那是无始劫以来的罪业都消光了，才能见性啊。还有丝毫罪业没了，他就见不了性。啊，这是真的，是事实啊，这不是假的。为什么？印祖讲的，一份沉静的一份利益，他用至诚恭敬心去听经，看他的为人就晓得，他在黄梅住八个月，在对房里面做苦工，无论见到哪一个人，他都礼拜恭敬呢。啊，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啊，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事恭敬就是认真负责。啊，对一切万物恭敬。啊，恭敬，天地鬼神都喜欢他。都保佑他，都护持他。如果是傲慢，天地鬼神远离他，妖魔鬼怪亲近他，不一样啊。啊，我们今天缺乏的是沉静啊，我们表现的是傲慢，心浮气躁。啊，你只要稍微冷静一下，你就看到了。他自己看不到自己。啊，如果习气还在，习气还很浓，现在不错，将来会变节。啊，肯定会变，这人靠不住。那要用什么方法呢？经论善书，不断的熏习。啊，只要他能不间断，慢慢的，他那个真诚心呢，就向上提升。有一分提升到十分，有十分提升到百分，百分提升到千分。他会提升，如果提升到万分沉浸，这个人肯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如果沉浸心不能提升到这个境界，大悟有可能，
彻悟不可能。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大师举例这个经上所说的那都是万分澄清。早先有没有呢？没有，他造作罪业。道临命中时，地狱相现前，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提句赶紧念阿弥陀佛，他从这一句话当中惊醒过来，用至诚心念这句佛号，他成功了。他这个至诚心里头一丝毫杂念都没有，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他就是圆满的真心。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他这个经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境界，跟释迦跟慧能完全是同等的境界。罪积消尽了，无世界的罪报他消干净了。所以这叫在心，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用妄心不心，你用真心就行。真心就像一盏灯一样，妄心就是千年的黑暗。我们今天明白了，要不要等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呢？如果等这个缘呢，恐怕必定堕地狱。你只有罪行增长，真心永远透不出来，就错了。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明白这个道理，从现在就要干了。不要再打妄想了。世间人，世间事，随他去吧，管不了。不如先成就自己，再普度众生。自己没成就，要知道度不了众生的。度众生，你表演得不错，演得很逼真，演得很精彩，人家也不过就是一时冲动，离开讲堂就没有了。感动的深一点，三天五天就没有了。感动的再深一点，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肯定没有了，他又恢复照常了。这众生难度，不是一回头就真回头了，再不会做恶了，这种人是就是上上根人，少啊，不是没有啊，太少太少了。这一回头之后，绝对不会拜
被外面境缘所转，它真回头了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再来人。我们一般说再来人假的，不是真的，说客气话了，恭维你，说好听的，哪里是再来人啊？啊，说你是某佛再来，某菩萨再来，理上讲得通。啊，天台大师所说的六界佛，第一个就是离界佛。离界佛怎么说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啊，啊，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阿弥陀佛。你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从理上讲，啊，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完全翻成中国话就明白了。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你想一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圆满的大觉，这无量觉就称之为阿弥陀佛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不管你是不是修净土，修净土的是阿弥陀佛，不修净土他还是无量觉嘛。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通号啊，是一切众生的本号。你本来是佛吗？啊，那还能错了吗？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变成凡夫了。啊，你要记住，你本来是佛。你的本没有改变，现在变的时候只是妄心呐、啊，妄心上才有妄想分别执着，真心上没有。但是现在你是妄心当家作主，真心虽然有，不起作用。啊，所以现前你依旧是高流的轮回，你绝对没有办法超越。啊，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你真听懂了，真回头了，他等着就成佛吗？啊，慧能大师一次听经成佛，每一个人一次听经都可以成佛。那为什么不成呢？不肯放下。你看大乘经教，这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能说得出来，真简单呐。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你看证阿罗汉，你没证呐。证的阿罗汉有六种神通啊，我们现在一样都不通啊，没证的啊。放下对一切世出世间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你就证菩萨了。
啊，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看，就这么简单。啊，可是怎么样？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懂，没听懂。啊，慧能大师为什么能放下？他听懂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什么能放下？真懂。所以这个经确实如此啊！啊，佛在《般若经》上常说：“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这个佛多大？这才布施啊！多大的才呢？大千世界的七宝，您用作布施。佛说：“不如。”为人设四居记的功德大啊！为什么？他要是得大千世界七宝，他是大千世界的首富，不是香港首富，不是地球上首富，大千世界的首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四句偈他要听懂了，他成佛了。他超出设法界了，超出六道轮回了，那怎么能相比啊？啊，这就是说明，财布施不能跟法布施相提并论。啊，但是法布施那个人要是听不懂，等于零。啊，财还真得受用，法得不得受用？啊，贵在真懂，真放下，啊，他就能其如佛的境界，真放下。罪积小尽确实在一年间呢，但是别灰心，我在前面讲过啊，像释迦慧能那是很值得人佩服，为什么呢？他能够一时顿舍，一下就放下了啊，但是有三五年才放下的，有七八年放下的，有一二十年放下的，有三四十年放下的，还有五六十年放下的，这在历史上很多。哎，他们这些人很厉害啊，锲而不舍，他不能一次放下。他天天放，年年放，啊，放到一定的时候，他觉悟了，就可以把剩下来的统统放下。这个办法，我们有希望啊！啊，我们不能学了佛经不干了。那就没用处了啊！他真干啊！黑龙江那个刘素云就是真干呐，他也不是一下放下，他十年了。啊，干了十年了，啊，他成就了，啊，他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告诉大家，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啊，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讲了六个字，是他成功的秘诀：老实、听话、正干。啊，老实就是很拙笨呐、啊，不聪明呐、啊。那这种人容易成就啊。我说他头脑简单，妄念少，叫老实。啊，真听话，佛在经上讲了两句话，他听懂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他就听懂了。啊，他就真干。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一点都不杂，一点都不乱，十年。他告诉我听经，他听我的光碟。啊，一天听一片。这一套光碟好像是在90年代讲的啊，韩馆长还在世，在台北景美图书馆讲的啊，他每天听一片，一片是一个小时，这一片重复听十遍，常识熏修啊，一天听十个小时，十个小时是一个小时的重复听十遍，这叫常识熏修啊。他懂了，一部经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就这样十年，每一天十小时听经，除听经之外就念阿弥陀佛。他得念佛三昧了，他开悟了啊，不是大彻大悟啊，也算是大悟啊，他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就是不肯做嘛。迷念娑婆世界的幻妄啊，这个世界虚幻。虚妄啊，不是真实的啊！佛在经上用的比喻，梦幻泡影啊，何必老是要留念呢？啊，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真正想通了，不要再放在心上了，真放下。啊，放下就成就了。这是讲啊，在心，啊。放下是真心用事，放不下是妄心用事，妄心决定见不到真。那真的是关键之所在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用妄心是可以去的，生
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都是妄心。用真心是十宝庄严土啊。第二呢，云何在远啊？为彼人遭罪时，自一直妄想，以烦恼果报众生生啊，这是缘呐、啊。啊，特别是很清楚的，妄想是个缘，烦恼是缘，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七情五欲，这都是烦恼啊！啊，果报是缘，众生是缘。啊，他造罪的时候是这么生的，是这些缘生的。坚持生念者，一直无上的信心，信西方极乐世界是无上的信心，信有阿弥陀佛，这是无上的信心。那一阿弥陀如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了名号僧啊，这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跟我们结缘呢、啊、我们有真心，我们有佛缘，这个佛缘是真实清净无量功德，阿弥陀佛的名号，不是妄想，不是烦恼果报众生，不一样啊！啊，说譬如有人，这是佛经上的故事，被毒箭所中啊，这个箭上面涂了有毒药，彻筋破骨啊，这中毒很深呐、啊。若闻灭除药骨身，且箭出毒出，毒出啊！听到灭除药骨，听到这鼓声，这个毒箭自然就出来了啊！不用拔，它就掉出来了啊！他的伤就痊愈了。啊，佛经上说了这么个故事，说其可得也，彼见身独立啊，闻鼓音声不能拔剑去渡也。对，一般人们都这样说法吗？为什么没见过？你说这些话是预言，哪有这种事？这叫难信之法了啊！如何能叫人相信？那个信的人是真正有福报。那不信的人当面错过，真可惜。
啊，所以《华严经》上说，性为道源功德母啊，你对佛法能相信，对诸佛菩萨能恭敬，你这一生就很有可能永远摆脱轮回了，真正离苦得乐了。啊，信心非常非常难建立。啊，所以世尊49年苦口婆心的教导啊，经上常说，佛不渡无缘之人啊。哪些是无缘的人？用妄心的无缘，不相信的无缘，不能理解的无缘，不能依教奉行的人无缘，这是无缘众生啊。啊，这样的善根福德必须要很长的时间熏修，它才会产生力量。那我们看到许多成就的人，像慧能这样的人，这一世当中没看到他，修学佛法了，没看见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成就？啊，肯定是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修学这些法门，阿赖耶识里头有非常坚强的种子。那在这世当中的时候，偶有一个机缘引导他，这个种子就起作用了。啊，他的启发是很偶然，卖柴。啊，柴卖掉了，啊，他拿到钱了，想买一点米，买一点菜回家。啊，这一担柴是卖给客栈的，就现在的旅馆，这以前叫客栈。啊，客栈里面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啊，里面念的声音应该不小，大声的高声在念经，他在窗外面听到了，听到他觉得很有味道啊，就站在那里心，等他这一段经念完之后，他就进门去看看什么人念的啊，就向他请教，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好啊，念得正好啊。那他听懂了，把意思讲给他听，讲给别人听啊。这个人听得非常惊讶，啊，觉得你不是凡人，啊，这语言遇得好啊，啊，就跟他谈。你看他没学过，他谈的头头是道。啊，让这个老居士非常佩服。问他干什么？砍柴的，卖柴的。啊，觉得这是个人才。介绍他到黄梅去参学。啊，他的家里穷，就老母亲离开之后，母亲不能生活。这个人真是了不起。非常慷慨，拉了10两银子给他。给他做安家费。啊，找一些佛友来照顾他的母亲，啊，他就放心到黄梅去了。
这是语言呢、啊内里面是相根，外里面是遇到这个助缘，他就成功了。他要遇不到这个缘，他这一生就成就不了了。所以语言多重要。语言一定有真心。有圣缘，真心殊胜的缘，就成功了。我们要珍惜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来做生产员许许多多远道的，在地球其他各个地区的，不在一起的，他能够收看到这个频道，能够收看呢这个网站，那就是有缘了。确实有收看锲而不舍的这个是缘，光碟也是缘，书本也是缘大量的印，大量的散，读一个成佛就成功了刘素云是看到一套光碟那一套光碟他就成就了语言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语言，一生都遇不到，那就真可惜了叶森是个善人，是个老实人，是个好人将来升天道欲没有断生欲皆天只有情爱断了才能超越欲界，但是超越不了轮回超越欲界色界天，再上去无色界天所以要解决问题是一定要遇到佛法才能把这个问题了断了，不能了断了难你看来世一转世，转世就不如这一世了，每况愈下了现在人在这个世界恶念多，善念少恶口多，善言少口业非常可怕我们修行的功德为什么都没有了？从口里头漏掉了，口业漏掉了，流失掉了所以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
善乎三业。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善乎口业，不及他过。啊，教导我不要去批评别人。批评别人，谁吃亏啊？自己吃亏啊。我们在讲习当中，我常说啊，我们批评别人，别人受到的伤害三分，自己受到的伤害七分，不值得了。佛菩萨教导我们，称赞如来，别人有好处称赞，别人有不好处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口上。这就对了。所以自己一生当中要想成就，确实念念都在道上，念念的疏忽都会造成一生的遗憾。这第二个讲在缘，缘今天讲出机会，一纵即逝，再想得到的时候难了。所以有这个缘分的时候，要认真努力，要珍惜啊，不要空过啊。三，云何在决定？这就是关键。鄙人遭罪时，自一直有后心，有见心生。后心就是相续心。这个不善的念头，后面接着念念都不善，它就造成恶业了。有后心，有见心，见识间断，也就是这个心是妄心，是不定心，坚持生念呢，一直无后心，无见心起，是为决定。这个生念是念念相续啊，无有间断呐。那要是真心，这个功德就无比的殊胜啊。相续心、无间心，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诸摄六根尽念想起啊，尽念是无后心，相即是无间心，它不间断了。啊，这是第三个决定。知足论云：一切众生临终之时，奉道戒行呢？这个行就是身，就是身体。啊，死苦来彼，生大不畏。啊，在《知足论》上说的。啊，死之苦，我们一般人很难感受到。佛在经上形容风道戒行，还有一句话，生归脱裤，活的乌龟把他的裤扒下来，你想到那多痛苦啊！佛告诉我们，神识离开身体那一种痛苦，就是这八个字所形容的啊，奉道戒行生归脱苦啊，确确实实他这个时候非常恐怖啊啊，这是个关键的时刻啊，这生死关头要遇善知识啊，善知识一句话提醒他赶快念阿弥陀佛，其他的话不要说了，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是分秒必争，就是一句话啊，赶紧念阿弥陀佛。这个病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接着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什么念头都没有，他的痛苦马上消除啊，本来是非常痛苦的，一念佛痛苦没有了，再念几声阿弥陀佛出现了啊，是法大勇猛啊，心心相许啊，生念即是正上善根，便得往生。啊，这个临终生念是无比殊胜的善根，非常稀有难得。又如有人对敌破阵，这用战争来形容啊，如果这个人被敌人包围了啊，他会用尽他生平的力气来破阵的啊，无比的勇猛啊，他冲出去了。啊，一行之力了，一时用尽，啊，一时尽用。啊，这是现在人所说的人的。人的身体的潜能
啊，这个能力在最危险的时候会发现，啊，意想不到，啊，他自己也不想，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能够冲破这个困难，真的，的潜能。其身念之善呢，亦如是也。临终这个身念佛号啊，就好像人的潜能一样。这话讲的有道理啊。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过这个法门，这一句佛号提起来，他不会接住，他不能接受。啊，能够接受过去生中一定修过这个法门，阿赖耶里头有很深厚的善根，临终只要有人一提，阿赖耶的种子立刻就显现，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潜意识啊，念佛的功德潜伏在意识里头，这个时候发现了，起作用了。啊，底下这一段很好，又有人视临终身念为轻易。乃你临终放肆修炼，这好啊！临终的时候一念生念，哎呦，都可以上上品往生。那现在何必念他了？到临终再念嘛。这个想法好像是没错啊，现在何必辛辛苦苦去念佛啊？啊，临终是可以吗？还来得及吗？安乐即破之愿啊，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啊。我们没有看下面，这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过，临终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你有没有？你能不能保证临终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头脑清楚，不迷惑，这是第一个条件。你看人临终的时候都迷惑了，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很平常啊。你到医院去看看临终的人，几个临终人走的时候清楚，临终要不迷惑，给诸位说，不学佛他也不会到卧道去，那到卧道的时候迷惑颠倒去的，头脑清楚怎么会去变畜生变恶鬼？哪有这种道理啊。现在这个医学里面讲老人痴呆症，一得老人痴呆症就不能往生了啊，助念都不能往生了。你在临命终时善有大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都听不见，他也不晓得阿弥陀佛是什么，就不行了啊。所以念佛人最怕什么？最怕年老的时候痴呆，一辈子修行就完了啊。我们细心观察，有很多时候高僧临终痴呆啊，老朋友见面
两个眼睛呆着呆呆的看了半天，不认识。记忆力没有了。阿弥陀佛听不进去啊。不起反应呢，想到这个地方多可怕啊！第一个，临终头脑清楚，一点不迷惑；第二呢，要遇到善友，遇到真正懂净土的啊，他对于净宗的道理了解啊。修行关键的时候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啊？学习他懂，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在这个关键时候你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啊，就真念，这些条件临终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去做？想到这些地方啊，不能不害怕了。啊，那怎么办呢？端在平时，认真学习。啊，善心，善行就不会得痴呆症。啊，决定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心，不管是有意无意都不可以。啊，又种什么因就什么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人必须要像个人的样子，中国人的标准是五常、五伦、四维、八德。啊，这是中国人。啊，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跟人的关系。它的核心就是父子有亲，亲爱是天性的啊，在佛法讲是心德，自性里头本有的。那这个心德不但要保持，还要发扬光大啊，爱自己，爱父母，爱兄弟，爱亲戚，爱家族啊，爱朋友，爱邻里乡党，再往外一层一层向外推。凡是人皆需爱，佛法更大，爱一切众生，爱山河大地。啊，这是人啊。啊，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做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人要把五常丢掉了，那就不是人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归纳起来不外乎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十二个字啊！十二字都做到了，你是个标准的人，你不会舍人生啊！你来生一定比这一生更好啊！如果这十二个字通通都能够奉行啊，念念在心，你的福报就不在人间，在天上去了啊！你来生是到天道，享天福去了啊！用这样的心情去念佛，决定得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安乐极破之也，甚念相许，似若不难呐、啊，好像而不难。然诸凡夫心如野马，舌具猿猴，驰骋六尘呐，何曾停息？过须以发信心，欲自克念，是极习诚信，善根坚固也。这个话说的都是真话啊！神念好像是很简单，凡夫也不容易。不容易在什么地方呢？他心浮气躁，妄念不止，就这十念他都念不下去啊！这是真的，别说是十念，一念都不行。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没有善根福德了。没有善根是说什么呢？他不相信，跟他讲他听不懂，这就是没有善根。没有福德是他不肯干，他还怀念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情执很深，啊，或者是舍不得他的富贵，啊，他的财产，啊，他的爵位，迷恋在其中啊。这些事情在现在很普遍，古时候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古人很重视因果教育，啊，古时候每一个地方，啊，是一个小镇，那里头都有城隍庙，城隍庙里面一定有阎王殿啊，十殿阎王啊，阎王殿里面显示的是地狱的
果报啊！啊，泥塑抹掉啊！我们小时候家乡这个阎王殿是泥塑的。啊，你进去看一看，就等于说是到地狱去参观一下，造什么样的罪，受什么样的报。啊，这个浏览一下了，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从小。啊，农村里面的妇女，一年总有几次到城隍庙烧香，啊，带着小孩，啊，我小时候五六岁、六七岁，啊，每一年跟着母亲城隍庙烧香，总要去看一遍呐。啊，一年要看三四遍呢，印象深刻。啊，起个不念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就会想到那个阎王殿里头的果报，心就凉了，不敢做啊。生活苦一点无所谓，还过得去啊！啊，不愿意将来受这个果报。啊，古时候，祠堂、城隍庙，在中国这片大地到处都有啊。非常普遍的，孔庙还少。孔庙那个一个县市里有一个孔庙，啊，或者城隍庙、土地庙，啊，神庙、祠堂到处都有，敬鬼神呐，明因果。不敢有恶念呢，恶念尚且没有，哪有恶行？这个对于人心的约束，对于人心的规范起非常大的作用。啊，现在人把它看作是迷信，都毁掉了。破除迷信，啊，是不迷信了，社会动乱了，没有办法把社会安定起来，安定下来。啊，古时候这些帝王用这些方法，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天地鬼神，它是不是真有呢？我们应当去研究啊，应当去了解，去认识它了，不能人云亦云呢。啊，我们从小接受学校教育，学校叫我们破除迷信，啊，我们都把这个看成是迷信。啊，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
他说这句话意思很深呐、啊。而远之地的事情，你不要迷信他。要不要尊敬？要。他敬鬼神了，那就肯定有鬼神。啊，但是不要迷信他。鬼神说的合理合法，可以做参考。说的不合理不合法，你就不要相信他。啊，孔子对鬼神是这么个态度啊！啊，现在人要把鬼神铲除啊，要把他销毁呀、啊！啊，跟古人的态度不一样啊！啊，佛跟道，其实儒也不例外呀、啊。对这个事情有研究啊，自古以来传说鬼神这些故事很多很多啊。秦青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博学多闻呐、啊。他写了一部书《阅微草堂笔记》，专门记载一些鬼神的事情。啊，这部书分量很大。啊，它不是虚构的。啊，古籍里头有的，他们都抄在一起。啊，还有。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对不是造谣生事，都记录下来，不是假的。那我们看这些书都把它当小说看，消遣。啊，《聊斋志异》那不是编造的啊，我相信都是真实的故事啊。那我们细心去想想，我们这一生有没有遇到过怪异的事情？跟古人这些笔记啊，留下来这些书籍是核对核对我们渐渐就有所体会了。啊，我在这一生亲眼所见的，我相信啊，不是假的。啊，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周老居士，那个时候他退休了。年岁已经大了啊，他一生遇到这些奇奇怪怪事情很多啊，讲给我们听，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那不是假的。头一桩事情，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的这个夫人是章太炎的女儿，这是民国初年国学大师
啊，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哎，这新闻呐、我们听了故事，想想他应该是代理，大概是东岳大帝判官呢有事情，不能上班了，找他代理，代理了一个多月，啊，白天在人间呢，晚上到鬼道里面上班。啊，晚上睡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啊，上班去的时候，有两个小鬼抬着轿子，啊，那上班乘轿子，啊，感觉的这个抬轿的人不是在地上走，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啊，很短的时间就到了。第二天早晨鸡叫的时候就把他送回来，他在轨道里面干的这些事情很清楚啊。有时候跟朋友们聊天，哎，在轨道里办些什么事情啊，说给大家听，不是假的啊。有一天他试试看，用一张黄纸写个请假条，啊，下午三点钟以后在大门口把这个黄纸烧掉，那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啊，东岳大帝准他的假了，啊，东岳大帝管六个省，啊，这六个省的时候人的生死都归他掌管，啊，老居士告诉我，有一次他的老药丈学佛的，啊，心地很慈悲善良，他就想到地狱里面有炮烙这个刑法，啊，就是铜柱把它烧红了，罪人呢就抱着个柱子，这个刑法非常残酷啊！现在人说这不人道啊，啊，也就像现在一样写一个报告给东岳大帝，请求东岳大帝慈悲把这个刑法废除啊。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你去看一看，小鬼把他带到现场，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他是学佛的，恍然大悟，是造作罪业的人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这种刑法不是阎罗王造的，不是东岳大帝造的，是他自己的业力变现，就像做梦一样，是这么回事情，他才明了啊，业报没有法子啊，没有这个业力的人接不到啊，有这种业的人自己见到，别人见不到啊。他是个学佛的人，是个通达佛经教理的人，所以他也看到这种现象就明白了啊，确实是一因一果都有报应，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没有不知道的啊。鬼神有五通，报德的五通，
啊，人死了之后是中阴身，没有投胎的是供中阴身，中阴身迷惑。如果真正他到鬼道，到鬼道，他鬼道里面也是一道嘛，到那里面去投胎嘛。啊，鬼道里面就有五通，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就有这五通。啊，但是能力不是太大。啊，他要想跟人打交道，都要得到啊城隍土地的批准，不批准他不可以侵犯。啊，鬼道里面的法律比人间要严格。啊，几乎都是彻底的执行。难道这一说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到香港这边来讲经，听众里面呢有几个是演员，现在已经退休了，年岁大了不做了，年轻的时候演员，告诉我鬼道是真的不是假的。事情就发生在香港，他们半夜拍外景，啊，肚子饿了，哎，看旁边有几家小店，啊，就到小店去吃东西。啊，到第二天早晨出来吐，吐出来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遇到鬼了。啊，再开车到那去看的时候，没有人家，都是坟地，才知道真的遇到鬼了。那昨天跟他交往还买东西的时候还找了钱，把拿出来看纸钱，吓死了。真的不是假的，演员遇到这些事情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很多都是真相信有鬼。他是亲身遭遇的。啊，我还请他把这些故事啊，讲给我们听，我们把它做成光碟，啊，这学院保存的有啊，现身说法了，故事不是他编出来的，啊，亲身经历，这些事情说不完了，太多太多，啊，你什么时候会遇到呢？当你运气衰的时候就遇到了，你很运气很旺的时候，鬼远离你不敢碰你，到你运衰的时候他都来了，啊，你自己到那个时候就相信了，啊，可是要知道那个时候相信你造业很多了，你要早相信就不造罪业了，这个差别很大了。啊，古时候小孩没有不听父母话的，父母会把这些故事，有时自己亲身经历的，有些是听老人说的，都会讲给小孩听。啊，尤其是农村的小孩非常朴实，啊，很单纯，啊，他们听了真有受用，啊，一生一世不敢有恶念，不敢做坏事，啊，受人欺负能够吃亏，能够忍让，中国古人说吃亏是福啊。
占人便宜，占人便宜不是好事情啊。啊，说安乐基上讲，不能不相信，不能怀疑圣教。啊，我们六道凡夫确确实实妄念纷飞呀。啊，这个妄念呢，生灭超过缘后。前念灭，后念生呐、啊，所以临终一念不容易，一念都不容易，何况十念？下面是劝我们，故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发信心，啊，预知可念，预是预备，预先，我们现在就要看，就要干，要克服我们的妄念。用什么方法克服呢？用念佛，啊，天天念佛，念佛就是可以克服。妄念，妄念就是罪业，克服妄念就是消罪业，这道理明白了，你就会真干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念头不善，对人对事不对物，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损人利己，这些念头这些行为都是在三恶道，他将来感的果报都是三恶道，太苦了，不能再干了啊！所以要把念佛即习成信啊，把这些杂念通通换成念佛，让念佛成为一种习气啊，随时随地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把它养成这样的习惯，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你往生决定成功。啊，一定要知道，什么念头都是轮回业，有什么意思呢？应当把所有的念头统统换成阿弥陀佛，善根坚固就对了。啊，临命终时这些情形，一念生念往生，我们知道就好了。也别放在心上啊，努力念佛消除自己的业障，念阿弥陀佛就是消业障啊，不念阿弥陀佛就是增长些的业障，这个道理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下面引用佛经上的话，如佛告大王，人即善行，死无恶念呐、啊。这两句话重要啊，人要行善，人要积善啊，死的时候没有恶念。如数先勤，倒闭随之。
啊，树要倒下来，一定是先倾下，啊，一定是歪斜了，然后它才会倒。若风刀一掷啊，百枯凑身呐、啊，啊，这讲临命终的时候，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啊，神识离开身体，非常之苦。若习心不在怀，念何可办呢？啊，若习心不在怀，啊，习惯欲心呢没有养成，啊，心里头没有，临终的时候。念何可办？你怎么能做得到？啊，这个习就是念佛的习气。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培养念佛的习气。啊，临命终时佛号就很容易念出来。平常不念佛，到临终佛号怕的是提不起来。念了一辈子的佛，到最后不会念，可惜啊！我出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居士，这个居士的名字我记不得了，50多年前。我在临济寺出家，临济寺有个念佛会，他是会长。一个星期，他们在临济寺念一次佛，啊，他当为诺，啊，待得很好，很虔诚，临命终时。相非常不好，啊，他怕死，啊，临终时叫家人不要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他还想活下去，啊，所以这个人没往生，非常可惜。你看，念佛会的会长。到那个时候贪生怕死啊，每一个星期带别人念佛，他自己也念佛，没有能够养成念佛的习气，所以临命终时不能做主啊，多少人都感到惋惜啊！那后面接着呢？这就讲临终助念的重要了。你说，过矣，同治三五啊，每个人应该啊，一是应该啊，有志同道合，三五人啊，欲戒言要。啊，大家预先有个约定，啊，哪一个走了，我们要帮助他助念，啊，临命终时地相开晓，啊，要送往生，要帮助他，啊，他不想往生，在这个时候要劝他往生。不说任何闲话，一定要劝他往生。啊，叫他跟着大家一起念。啊，见到阿弥陀佛就可以走。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不能走。
见到任何人都不能跟他去，见到别的佛菩萨，不是阿弥陀佛，不是观世音菩萨，都不可以跟他走。这个话重要啊，临终时候要特别提醒呐、啊，说未称弥陀名号啊，愿生安乐国啊，生生相次时辰十年啊，帮助他在最后啊成就十年往生。譬如说蜡印之礼，应坏文臣，辞命断食，即是生安乐国时。夜入镇定居，更何所有？故以量此大力，何不欲可念也？这一段话好啊。幕后举个比喻，譬如蜡印啊，用蜡刻成的印啊，再用金属来铸印啊，譬如铜印，铜倒在这个蜡上，蜡坏了，但印成了，这个印就成功了啊！这是古时候啊铸印的吧方法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念佛就譬如蜡印，往生就譬如文臣啊。临命终时，大家帮助你念佛。助念呐、啊，啊，让你安安稳稳，不惊不怖，啊，在佛号当中啊，舍报，啊，你的神识离开你的身体。神识如果清醒，跟着大家一起念佛，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还没断气，你看到阿弥陀佛，你会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这个是真往生啊，这不是假的啊。有时候他病得很重，体力很衰，气很弱，看到佛来接引了，他说话没有声音，你看他口在动，他想讲话没说出来啊，想讲什么话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佛来接引了，想告诉大家啊。但是这样走了，很安详走了，也有瑞相，一般有托梦这个情形啊。走了之后几天的时候，哎，他托梦给他的亲朋好友告诉他已经往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往生他没有发自的托梦，真正往生他可以用这种方法传递信息，这也是一种功德啊。为什么呢？给这些亲朋好友念佛的同学做证明，他真往生了，这个不是假的啊，这是好事情啊。啊，所以
这个地方一断气，那个地方就生极乐世界了。一入正定居，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正定居，说明不是邪定。他到佛国去了啊，正定居也是清净心现前。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居啊，正定居是什么境界？功夫成片啊，没得到功夫成片，而是助念的这些同学帮助他的。他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一句佛号啊，佛来接引，佛光一照，他就变成了功夫成片。叫功夫没成片，在这个时候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说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啊，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自己有能力，平常就能够念到没有杂念，那这个功夫成片你平常就得到了。得到这个境界不要放弃，要更努力，要更向上提升。为什么呢？提升到可以自在往生啊，我想去佛就来接引，就走。换一句话说，生死自在啊，可以做得到啊。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九品，上三品的功夫成片就是自在往生。想去真能去，想留真能留啊，再留几天没关系这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不容易功夫成片上三品就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争取世间六道十法界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吗？没有了。佛说大事因缘，唯独此事啊，了生死出三界啊，往生极乐清净弥陀，一生圆成究竟果觉这是世出世间大圆满法了决定不能疏忽希望我们同学
要用真诚身的心来学习。啊，真正能体会到这个经典里面，字字句句，无尽的奥义，然后你再想的这个经本，字字都是灵文啊！都是从自信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啊，现前功夫成片，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入真定句了。真定句是一心不乱嘛，是吧？更何所有？啊，你还有什么忧虑的？啊，你把你的忧虑、妄想、烦恼、习气，统统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回归自信了。极乐世界是回归自信的跳板，是回归自信的大门。我们这一步就跨进去了。那幕后劝我们，果就是大家，疑就是应该，量就是衡量，这个理啊，往生见佛闻法开悟证果，这个大利益了，这是世间没有，六道里都没有，十法界里头也没有，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我们这生遇到了，何不欲克念也？为什么不欲心把你的妄念扶住？可是克服，只要妄念扶住，必定得生净土。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同学今天有缘呐，这个缘太殊胜了，太稀有难得了。啊，希望这一生决定不错过，决定要成就。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啊，最有成就，绝不能等到来生何时啊，这一生就要把它办得妥妥当当，圆圆满满。啊，今天时间到了。